我就跟你讲一下嘛，我赢，这我有赢，好嘞，赞。我无赢，歹势，我无赢，好嘞，赞。我无赢，歹势。这名女老师街头抓狂，骂到声音都被催了，因为她撞到别人的车，车主坚持报警。你讲啦，你这不买都罚你，你讲都罚你，我后悔啦。你是什么态度？撞到人火气还这么大，对着车主发飙。虽然车主年纪比较小，但也不甘示弱。他没有骑车的，你干嘛生气啊？什么叫撞他一下？如果今天换作是别人怎么办？你大声什么啦？你来躲下去啊！那所以说你这样子就可以把你作为合理化吗？你们在抢全部的带回去啊！你们听着，处理事故的警方都动美屌了。虽然双方暂时休兵，女老师似乎觉得自己没有错，还要车主自己去修车。我就跟你讲一下嘛，你要问到这里，你要再多点。那他注意到我身份，他是学生嘛？那他是老，他是他的教授，那是他的身份，他的头衔，那并与我无关。那我觉得出门在外，大家其实都是应该是比较公平的。这名女老师任职于中部某大学的讲师，倒车撞到车主的车，保险杆破裂。但女老师不但一直嚷嚷着没空，还要车主自己开去修理。一场小小的车祸，双方怒气涨到最高点。不过撞人肇事就是理亏，女老师街头发飙抓狂，手机全都录，为人师表的形象尽失。我就跟你讲一下嘛，我赢，我有赢，好嘞，赞。我无赢，歹势，我无赢，好嘞，赞。我无赢，歹势。东森新闻陈嘉玲、蔡兴章的台中的采访报道。